一条街，佛教、道教、锡克教、基督教、印度教都在一起。想看。从那边蛇庙过来印度庙，然后现在 Christian， Islam， 全部在一起哦。马来西亚槟城有一座蛇庙，庙内生存着无数青蛇，并不伤人，被人称为奇观，很罕见。蛇庙原名清水庙，系道教公关，又叫青龙庙，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，位于马来西亚槟城以南14千米处。正名叫福星宫，山门刻青云岩，供奉清水祖师。蛇庙香火长盛不衰，游客络绎不绝，因而成为马来西亚十大名胜之一。在你这个庙多少年历史了？在寺庙旁边的议室，有当地人缠拿着大蟒蛇供人拍照。据说蛇都会在千秋宝诞当天从四面八方来到这庙里享用香火。青蛇进庙偷吃香客供奉的食物，驱之不去，越聚越多，大的蛇有1米多长，小的如蚯蚓。
盘踞于神龛、香案、烛台、花瓶、梁柱上。蛇庙后面还有一间观音厅。在蛇庙隔壁的印度庙，刚好遇到里面在祈福。
something. Okay, guess.